猪肉的时候有带皮的要这样子切哦。卤肉煮好咯，看起来就很美味耶，太好吃了，感觉米饭都不够吃，可以吃两碗。家大姑子真的是太好了，常常去夜市的时候都会发赖给我，都问我要不要帮你带这个，要不要帮我带那个。最特别的是今天有买到这个，都没有吃过这种口味的车轮饼，觉得蛮有趣的。我今天看到菜单，我就跟我大姑子点了这个。采摘野草跟花朵干嘛？就是为了吃。哇，发现了 heat， 这个是可以点燃火。哦，可以点火的。对，可以炒菜吃啊。刚刚这时候呢，一颗果子从我头上砸下。啊，那你不就被砸晕了？砸到果子，很不错，很不错。这时候，夜萌刚好被一只狼听到，然后就开始砸了。哎呀，他被狼给咬了，对，好可怜哦。这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吓一跳，赶快游到旁边去，但还好他跑得快，就躲开了。然后这时候一样，直升机，为什么还有直升机？然后把这个尸体带到了。哦，这是失败者吗？对，失败者。然后这时候就已经晚上了，天黑了。对，天黑了。哎呦喂，真的天黑了。狼群很多，所以我要建一个避难。今天是寒假的第一天，然后在家里面陪我家小宝贝玩这个积木荒岛求生，这是他想的一个想象力游戏。盖了几个岛是吗？三个岛，然后上面有好多丛林，这个都是树丛林。里面还有狼，还有野草，有毒的草。然后呢，他一共设计了五个人在这个岛上面求生，然后三个人死亡，已经三个人死掉了，然后一位人是被毒死。哦，我有了斧头就好用了，我现在不知道碎念了多久，我都听累了。我家小宝贝一个人在那边充满想象力的碎碎念，念了大概五分钟了吧，还没结束。我想要去做卤肉了，宝贝，你在这边玩，妈妈去做卤肉好不好？好啊。然后就把这放到火之后，我刚好，然后我拿着那个火柴棍这个是我老公今天去菜市场买的台湾黑猪三层肉，把它切成两份，一份拿去卤，一份拿去白灼，就是清蒸一下就好。我听我的婆婆说啊，在台湾切猪肉的时候，如果有带这个猪皮的话，不可以这样子猪皮朝外切，应该要朝里面，然后这样子切。如果是朝外面切的话，就说明家里面有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切猪肉的时候有带皮的要这样子切哦。然后这时候到我们的火锅，都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我家小宝贝还在那边碎碎念。把姜、大椒，还有蒜头，还有葱，先炒一下。猪肉已经炒好了，现在我要把它拿出来，然后锅里面就留那些油来炒一下糖。我是在网路上看的教学，希望今天煮的会很好吃。把肉肉拿出来，然后剩下这些油来炒糖，还有酱油。我打算放两种糖试试看，一种是这个二砂糖，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冰糖。卤肉煮好咯，看起来就很美味耶，看起来非常香。
这个的话就沾酱油膏跟那个蒜泥来。先来试一下我卤的卤肉，哇，颜色很漂亮哦。加在米饭里面，再加一点点葱，葱卤的有点黑掉了。这个蒜头卤的烂烂的，看起来也很好吃。开动啦！开动啦！开动啦！先来吃一口卤饭，再配一个肉肉。太好吃了。现在来吃吃这个蒜头，这个蒜头卤得软软的，吃起来很像那个马铃薯，非常的香，好吃哦。搭配这个米饭一起吃更香。好吃。太好吃了。我今天弄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可是我家小宝贝居然说只有三颗星。我这一口都停不下来了，大颗蒜头，再加一点肉，哇，好香好香哦，太香了这个蒜头。放一点蒜头末，再倒一点酱油，酱油膏，再加一点点味淋。搅拌搅拌，再加一点蒜蓉辣豆瓣酱，现在就可以蘸这个肉肉吃啦。继续试吃，来看一下我煮的好不好吃。沾一点酱，沾酱，这个很像那个外面的黑白切，很好吃，肉甜甜的，再加上那个我调的酱，有一点辣辣的，甜甜又辣辣。太好吃了，感觉米饭都不够吃，可以吃两碗。你比较爱娘哦，为什么？但还是喜欢你。但还是喜欢你。第一次接触针线，我家的大姑子去夜市买了这些小吃，然后呢，姐就帮我带了几个。这一个呢是比较传统的口味。红豆车轮饼，然后它这里面的话是有放那个马吉，切它一半，跟家人一起分着吃。给大家看一下，哇，红豆都被我捏爆了。这个是马吉，黏黏的马吉，然后这边是红豆。我家大姑子真的是太好了，常常去夜市的时候都会发赖给我，就问我要不要帮你带这个，要不要帮我带那个，就是尝鲜的东西。最特别的是今天有买到这个，这里面包的是冰淇淋，香草冰淇淋，还有这一点点是花生酱。我之前的话都没有吃过这种口味的车轮饼，觉得蛮有趣的。我今天看到菜单，我就跟我大姑子点了这个，它外面的皮脆脆的，啊，看起来很好吃哦。我家大姑子说里面有两球，哎，看一下里面也有花生酱。你在干嘛？在学马里奥啊？正在看马里奥。哇、哦、哇，你跑得好快啊！哇，哦呦呦呦！哇，失败！失败啦！来吃吧，宝贝啊！好吃吗？我刚咬你脑，咬到舌头，咬到啊！你咬到这个。我现在来试一下这个红豆马吉的，哇，红豆超级多，我刚刚轻轻一捏都爆出来了。还有巧克力，你以为是巧克力啊？冰箱有巧克力冰淇淋。好吃好吃。哇，饭后甜点，真不错，太好吃了。小宝贝，好吃吗？好吃吗？好吃啊。
那个冰淇淋车轮饼，我老公也说好吃。影片就先分享到这边咯，拜拜。